是怪修禅。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给大家讲一下禅论背词语句检讨。首先呢，这样的一个章节，它既是禅论视角、禅论体系当中的重点，同时又是难点。而且呢，很多古友学禅，很多时候呢，像最基本的概念很容易去接触，很容易去理解。但是呢，像背词、句检讨，包括呢小转大这一块呢，会把很多人难住，以至于无法深入下去。所以说呢，本节视频，可能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个干货内容比较多，大家呢可以耐心去听，可以呢先收藏。好，咱们先讲核心。首先呢，在禅论当中的背词，它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禅论当中的背词，它的本质的话呢，是力度衰竭的表现。它的表现什么？例如说，定义，禅中说禅，趋势力度比上一次禅宗说禅趋势力度要弱，就形成背词，本质呢力度衰竭。那么这是做一个了解，更重要的咱们用结合实战的一个视角来讲，也是呢禅论当中把背词有一个划分，分为什么呢？分为盘整背词和标准背词。盘整背词的话呢，它是针对于线段之间的比较，标准背词的话呢，它是建立在中枢的基础之上，中枢进入段和离开段之间的比较。好，那么如图。那么什么是标准中标准背词呢？标准背词指的是中间已经有一个走势中枢，或者说是有个标准中枢，那么呢进入段和离开段它们之间的比较，如果发生背词，因为建立在中枢的前提之下，那么对比是中枢的进入段和中枢的离开段，那么这两段如果发生背词，称之为标准背词，就是离开段和进入段相比较来讲，它弱它强，就称之为盘整，所以什么称为标准背词。好，那么反过来也是如此，下跌让它形成这样的一个中枢，然后的话再向下离开段，离开段比较弱，就是这个位置呢下跌比较强，它们之间存在这样的背词，那么就属于标准背词。那么什么是盘整背词呢？这个盘整背词指的是，例如说像第二种线段，它是建立在线段的基础之上，一个线段上，一个线段下，一个线段上。那么呢，从力度的一个比较来讲，那么呢，线段上和前面相邻的同方向的，它们两者相比较来讲，力度发生减弱，称之为盘整背词。那么下跌也是同样的道理。好，那么这里面的核心在于禅宗说禅背词买卖点定理里面，任意背词必然会制造某级别的买卖点，任意级别的买卖点都必然源自于某级别走势的背词，这是一个理论的一个视角下。那么咱们再去细讲。好，那么呢，一个是要了解什么是禅论视角下的背词，然后呢再去怎么去比较，怎么能够让我们更清晰的一目了然看待线段和线段有没有发生盘整背词，然后呢中枢离开段之后有没有发生标准背词，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其实是有的，但是呢前提先理解。好，那么呢我们来去讲一个技巧，就是判断背词的一个技巧。技巧的话呢其实有两种方法，这种方法的话呢其实第一种的话呢是比较高度，就是呢标准背词是中枢离开段和进入段之间进行比较。但是怎么比较呢？怎么比较更简化更准确，或者说呢更高效？这里面呢给大家提供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禅师的，另外一种方法的话呢是也是呢学禅的过程当中发现，用这种视角它可能效率更高。什么意思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说呢，例如说一个先讲标准背词。标准背词呢，例如说对应的一个向上的进入段，中间呢是一个标准中枢走了向上离开段，怎么能够判断这两，例如说的用字母来表示。好，例如说 A B C D E F， 那么标准背词建立在中枢的，就是中枢的离开段和中枢进入段它们之间相比较，比较的实际上是 E F 和 A B 两段。那么怎么能够更高效的视角呢？一个更简化的一个方法，大家可以去很好理解，大家呢可以去先记下来，而后的话呢自己多比对比一些更多的个股案例。什么意思呢？我把
这样的一个离开段的高点和中枢的上沿，那么进入段的低点和中枢的下沿垂直距离，它们之间进行比较，好，垂直的高度进行比较，列出呢这个高度是什么呢？这个高度是H1， 这个位置的高度是 H2， 非常简单。如果说 H2 短 H1 长，那么就是背驰。那么如果说 H2 这个位置垂直高度和它相比较来讲，它的高度大于它，那就没有背驰，就是没有形成背驰，反过来是一样的。这是一个最简化的，而且它的一个准确度或者是经它的一个实战过程当中，一个是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准确度的话呢，其实也是就是说更加的直观。好，这是用标准背驰的一种判断视角，就是呢，哎，离开段我们其实呢，对应的这里面，如果说出现一些走势相对来说呢没有那么标准，什么意思呢？像同样是中枢的组件列出呢，好，组件的时候呢，我们对比的一个节点值比较谁呢？例如说值比较离开段和进入段，而离开段和进入段呢，比较什么？比较到中枢的垂直距离，如此而已。列出呢，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好，回落这个位置贴的比较齐，再进行反弹，好像呢这一段上涨力度挺，就是反弹的力度挺大的。但是呢，我们真正对比的是谁呢？对比的是离开段的高点和进入段的离开段的高点到中枢上沿的垂直距离，以及呢离开进入段的低点到中枢下沿的这样的垂直距离，我们比较这两段之间，如果说呢，哎，这个它是短一些，这个长一些，它就属于背驰；如果说这个位置呢，哎，长一些，这个位置短一些，它就没有背驰。这么简，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和视角，就是我们用这种方法可以呢非常简化的、快速的、一目了然的去判断一个结构它有没有背驰。好，这是一个视角。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是，禅师，就是禅论的，原创作者他提供的一个方法和视角，借助于 MACD 辅助。什么借助 MACD 辅助呢？例如说，在这个位置上涨对应的 MACD 金叉的红柱面积和这个位置上涨 MACD 红柱面积相比较来讲，红柱 MACD 红柱面积本身代表的是多方的能量。如果说呢，后面这个 MACD 红柱的面积整体来讲先更小一些，前面呢更大一些，它就属于背驰。如果说呢没有，它就属于没有背驰。那么咱们这是用标准背驰的一个简单的讲解，然后再结合案例，例如说呢最简单的用什么看创业板指数。好，创业板指数的话呢，对应的例如说呢，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视角，就是呢从1817点以来，它对应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大的盘整上，就是从这个位置的观察点来讲，这是日线的先段上、先段下、先段上、先段下。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它实际上其实，如果说有经验，然后呢经常会看盘的，经常就是用这样的禅论思维下呢，经常去看盘，经常会画线。那么呢，其实用这样的简单的方法是一目了然，可以判断出哦，这个位置是有明显的背驰的。这个背驰怎么会看呢？按照咱们刚才讲到的这种方法，其实呢两个方法咱们都用同时用一下。我们把这个中枢延长，好，把中枢延长过之后，那么呢？我们对比的是哪两段呢？一个是离开段和进入段相之间相比较，那么其实这个位置对应的到中枢上沿的垂直距离，和下面低点到中枢下沿的这样的垂直距离，很明显属于什么呢？下沿这个位置呢更高一些，这个位置呢更低一些，那么对应的它就属于这样的一个盘整背驰，非常明显，就是这个是就属于这是一个标准背驰，就是它建立在中枢的基础上面。这盘整上发生了标准背驰，那么用同样的用这个是列出呢，这个上涨对应的 MACD 红柱的面积和这个位置 MACD 上涨 MACD 红柱的一个面积相比较来讲，那么它也能够得出，哎，它是能量的这一段呢上涨的 MACD 红柱的面积和这段红柱面积相比较来讲，它的能量是缩减的，能量是下降的。好，这是用两种不同的一个视角，那么个人的一个观察点呢，就是你用哪一个更加顺手，就用哪一个，而且呢，就用第一种视角的话，就属于直接比较到中枢的垂直距离，
这更直观一下，说的更加的，简化露骨一点，就是拿个直尺量一下，或者是拿个加减乘除简单的减一下，或者简单的笔画一下，就知道它是否发生背驰。用 MACD 的这样的辅助面积的话呢，它本身也是对 MACD 的这样的一个辅助运用，也是我觉得两个方法都很好。好，这是判断的一个是否发生背驰的技巧，这是标准背驰。那么我们再来看像盘整背驰。盘整背驰呢，相邻同方向的线段和线段之间的进行比较，是那么比较的方法呢，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对应的，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视角，例如说呢，所谓的线段，那么呢，这里面呢讲的是像盘整背驰呢，它是指什么呢？例如说一个线段上，一个线段下，好，它是列出了一个线段下一个。好，一个呢，一个线段上，一个线段下，一个线段上，这是一个大的线段的做法。好，那么呢，我只是比较什么呢？这是一个线段上，一个线段下，一个线段上。那么对应的，我只是这个位置，这个上面的线段和前面这个位置有没有发生背驰？有没有发生背驰的话呢？对应的，就是呢，我可以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我可以把它的重合区间。把它作为一个中枢来去看待，或者呢，用同样的视角，那么呢，低点到这样的一个重合区间的下沿，高点到重合区间上沿，比较它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垂直距离，如果说变小了，那就是背驰；如果没有变小了，就没有背驰。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同时呢，也可以借助 MACD 列出呢这个位置上涨对应的 MACD 红柱面积，这个位置上涨对应的红柱面积，红柱面积和面积之间相比较来讲，这是一个同。现在你理解刚才的标准背驰怎么去判断，那么呢，线段背驰就非常一目了然。那么下跌也是如此。好，下跌的话呢，对应的他们发现他们之间有没有这样的背驰。好，那么呢，同样呢，像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呢，对应的用这样的一个视角，很清晰的能够得出列出呢，从1817咱们只做它做一个观察点来去看。那么对应的话呢。从1817.55点位以来，咱们来比划一下。好，比划一下的话呢，对应的一个节点，这个位置的一个反弹和前面，如果说用线段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它是否也同样发生背驰呢？那么我们来看，这是一个日线的线段上、线段下、线段上，后面的只是走出来，没走出来之前，我们来对比这一段，同样的。那么呢，我们把它的重合区间标注出来，标注出来过之后的话呢，对应的其实很明显，这个位置到中枢到这样的一个区间上沿，这个位置到这样的一个下沿，它们的垂直距离相比较来讲的话呢，很明显，这个位置 H1 是这个位置 H2 的话明显它是小于 H1 的，去说明呢，说明这个位它的发生线段背驰，线段背驰就称什么呢？就先这个线段和这个线段相比较来讲。如果是用 MACD 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辅助这个位置的红柱面积和对应的这样的节点的红柱面积相比较来讲，也是发生这样的一个背驰，只不过它与它对应的关系呢是属于线段和线段比较，对应的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盘整背驰。那么呢，盘整背驰回落过之后呢，形成这样的日线级别中枢，再往上对应的它与它相比较呢，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标准背驰。我们要理解，好，这是对于背驰的一个。讲解和怎么去识别的一个技巧。好，那么咱们再讲一下区间套。为什么要把背驰和区间套相结合去讲呢？只有了解背驰的基础上面，再运用好区间套，你才能够精准的找到买卖点。如果对区间套不理解的话呢，那么你知道背驰很多时候呢，当下看着好像背了，但是呢后面又走坏了，又打破了，会出现一种各种各样的一些麻烦事儿。那么咱们来看一下区间套是什么概念，什么意思？好，区间套的话呢，它是缠论视角下的一种非常非常高明的一个点。这个点的话呢，它让所有的买卖背驰的基础上面，就它的一个完整的体系下呢，它让买卖变得清晰，变得呢不是就是从分析的角度，从推演的角度来讲是
完全分类讲究不刺而刺，但是从交易本身来讲的话呢，它是有这种精准的这种定义的，或者有这样的一个识别的。那么呢，区间套它的一个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从高级别向低级别逐级寻找背驰点来判断买卖的方法，这就属于区间套。那么它的理论基础呢，是利用走势的同构性原理。那么讲到同构性原理呢，要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同构性。同构性呢，是指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相同的或者说相类似的系统结构的事物，叫做同构性。举个简单的例子，例如九大行星围绕太阳转动，电子围绕质子转动，那么这是所谓的事物的同构性。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在发展中国家走过的路也具有同构性。就是走势的话呢，举个例子，什么例子？例如说，好，大级别，咱们这是一个日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盘整上涨。那么盘整上涨的话呢，这是一个日线级别的线段上，日线级别线段下，日线级别线段上，一笔线段下，线段上。那么在它的内部，在它这样的内部里面，它可能也会存在什么？例如说30分钟更小级别，30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盘整上，这样的一个走势类型上，就是呢，更小级别和更大级别，它的走势从细节会有不同，但是呢，从结构的表达上面是有很极强的相似性。这就是用于同构性原理。咱们再做一个比较，或者做一个案例的一个表达。就拿创业板指数来讲，其实创业板指数这个位置的话呢，其实是非常值得推敲，而且是最终必将成为一个经典案例。为什么呢？从1184.91这个位置的话呢，咱们来去观察，对应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这个位置呢，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日线级别的奔走中枢来去对待的。这个位置它作为一个日线级别的奔走中枢，这个位置呢是可以作为第二一个日线级别的奔走中枢来去看，什么意思呢？其实从1184点位以来，它已经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趋势上，这个位置的话呢，它就属于背驰段。背驰段呢发生背驰过之后的话呢，那么我们来去看，这是一个大的日线结构。日线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呢？好，它就属于这样的一个日线级别的这样的趋势上涨。那么我们观察这一段，就是这个位置有没有走完，其实取决于它的一个背驰段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有没有走完。我们用更小级别来去看，更小级别用什么位置呢？用30分钟级别来看这一段。用30分钟级别来去看这一段的话呢，大家会发现从什么位置呢？好，从2603到3576，其实呢，它对应的一个走势结构呢，这是一个可以把它作为30分钟级别的奔走中枢，这个位置呢是可以把它作为第二一个30分钟中枢来去看待。那么无形当中，它走的是一个什么呢？这个位置它也是一个结构非常饱满的30分钟趋势上，日线的趋势上背驰段内部组成了是3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上涨，而且呢进入这样的趋势背驰。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很有可能会成为日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期的这样的一个顶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我说的可能性是比较高，这就属于同构性原理的一个视角。好，那么呢，同样的用这样的一个视角，就属于从大级别到小级别逐级的去寻找背驰点，然后呢去精确这样的，如果说是下跌的过程当中找背驰点是找的就精确买点的，上涨过程当中找这样的背驰点是找卖点的。好，这是创业板指数。那么对应的这是标准的情况，那么也会存在一些非标准，就是非典型的一种走势。这里面的话就要运用什么？运用到小转大的一个事项了。那么区间套呢，就属于从高级别到低级别逐一去寻找背驰点。例如说呢，从卖点的一个视角来讲，例如说一个盘整上涨的话呢，对应了它与它发生背驰了，而且这个盘整呢，打个比方，这是30分钟级别的一个盘整上涨，这是30分钟线的离开段，就是它与它发生背驰，这是30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背驰。那么在这个30分钟线上离开段的内部的话呢，它与这个内部去细看的话呢，它已经组建了一个5分钟的盘整上，而5分钟盘整上的话呢，对应了又发生5分钟级别的这样的盘整背驰。盘整背驰的话呢，在这个节点其实对应了，它就属于这样的一个更加确定它是卖点。好，这是就是把这个位置放大，看细节，5分钟是这样呈现的。甚至你可以更进一步细化这个位置的话呢，5分钟线上的离开段它会不会存在，1分钟图形上面来讲会不会存在这样的背驰点，逐级的去找它的一个背驰点，对应了精确它的卖点。但是这是一种典型的走势类型，或者是一种标准的走势。那么不标准怎么办呢？这就运用到小转大的一个事项了。
好，什么是小转大呢？好，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对应的列缩标准走势、标准图形，这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利用逐级别从大级别到小级别，逐渐去找它的背驰点来判断买卖，这是一种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第二种情况就属于非标准情况，就是属于出现什么呢？出现小转大的一个视角，什么意思呢？对应的列缩，好，这个位置反弹和前面并没有发生背驰，这个位置呢没有发生背驰，没有发生背驰的话呢，那么它用两种视角应对，就是后面什么呢？后面在没有背驰的基础上面，后面呢直接走的是一个反向的运动，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一类的这样的一个卖点是不容易把握的，或者说很难把握。我可以用二类卖点去纠正，或者是去作为一个把握的一个节点，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例如下跌，下跌过程当中呢，这个位置下跌跌得比较急，和它没有背驰，这个位置呢后面也会出现反弹，但是这个节点呢，这个买点是不被把握的，是很难被把握的。我直接放弃，放弃过之后干嘛呢？回落下来不破前低的，我可以在二类买点去把握去应对。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视角，这就是小转大的一个表达，就是呢本级别并没有进入，就并没有背驰，然后呢用更小级别或者是来去把握，这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属于本级别没有背驰，然后呢直接反向运动，直接做反向，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也是小转大，什么意思呢？例如说，打个比方，这是一个日线的盘整下跌，这个盘整下跌呢，这是一个日线的盘整下，对应的话呢，它的最小阻线是以线段的方式，这是一个日线的线段下。好，这是日线的线段上，这是中枢组件，日线的线段下，日线的线段上，然后的话呢，再往下的话，例如说日线，这是一笔下走的比较长，好，然后呢，F 一笔上一笔下，什么意思呢？对应的这个位置的一个日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线段下跌，和前面这个位置的线段进入转向比较来讲，它们没有背驰，但是呢，它们没有背驰，但是它的内部这个位置已经发生了，它们之间呢已经发生了更小级别的，例如在30分钟级别的，例如在5分钟级别，内部更小级别发生背驰了，就它的内部发生背驰的结果呢，小级别的背驰引发大级别的反转，这也称为小转大。所以说呢，这是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如果有的走势呢，它没有那么标准，并不是说从大级别到小级别逐一的都发生背驰了才能去确认。有些呢，如果说没有，那么呢，在什么情况下怎么去应对？我们要理解这种情况。好，这是一种好，就那无背驰，就那本级别进入没有背驰，没有背驰的话呢，它是更小级别发生背驰点，这是一个应对的一个视角，把握它的一个机会点，直接它是有这种可能性推演，这是一个视角。第二的话呢，哎，如果说呢本级别本身没有这样的一个背驰，我可以干嘛呢？如果说我的交易级别没有放在更细小的1分钟或者5分钟，怎么办呢？我可以放弃它的应对和操作，一类买点我把握不了，我可以呢不去重心呢不去把握一类的买点。如果说尤其是没有背驰的情况下的话，对应的我可以等待一个二类买点去把握，就是我用二类买点来去应对。例如说呢，出现列出呢对应的一些反弹的力度比较强，没有发生这样的背驰。当然了，用咱们前面讲的一些传统的一个视角，列出偏离五均可减持，偏离五均不可追，其实呢也是能够应对这种急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点的。好，那么如果说没有应对，用长期视角下的话，这样的一个它与它之间没有背驰，没有背驰怎么办呢？如果回落反弹不给新高了，那么它是一定要应对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出现极端的一种走法，就是呢，哎，这个位置呢走得比较强，走得有多强，回落就有多急。后面呢，就是中间也没有发生这个背驰，或者是一种消息驱动也好，或者是走势的一个表达也好，你出现什么？直接做反向运动，直接做反向运动怎么办呢？用二类卖点去纠错，如此而已。好，这是第二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小转大的视角。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基本上这是非常也是经也是能够看到的，是不反复背离？什么意思呢？背驰段位背驰。反复背离，可能听起来比较拗口，给大家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视角，什么意思呢？好，例如说，这是一个盘整上发展成为趋势上了，这个趋势上干嘛呢？它已经进入背驰段了。但是这个背驰段的话呢，它对应的它并没有发生背驰，而是呢不断的背了又背，就说这个背驰段出来小震一下次级别，例如说呢这是一个
达明这是一个30分钟的一个趋势上涨，它的内部呢五分钟给出一个五分钟的中枢向上离开段比较强，给出第二个五分钟中枢又上涨就离开段又比较强，给出第三个五分钟中枢就往上，就这样的一个走法的话呢，它是属于不断的背了又背，但是这个作为背驰段来讲的话呢，它这个位置呢并没有发生背驰，而且呢或者是背驰不断被打破，或者不断的去发展，什么意思呢？这种情况下呢，它往往是就是呢所谓的背了又背，就是本级别进入了背驰段，但是呢在次级别以下的力度很大，导致呢本级别迟迟并没有背驰。背驰段和背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背驰段是什么？通常列说在缠论视角下，列说呢作为一个观察点 I 零来讲，进入段第一个中枢这个位置呢，进入段称之为小 I，第一个中枢呢称之为大 I，然后呢向上离开段称之为小 B，然后呢第二个中枢呢用大 B 来进行表达，这是禅师用的，也是很多学禅者经常用的，这种呢第二个中枢用大 B 来表示。那么再往上呢走这样的一个向上的离开段称之为小 C，小 C 的话呢往往也称之为背驰段。背驰段是指这一段的一个走势来去注意，高度注意，高度预警，但是呢它是否发生背驰需要去跟，需要去看，这就属于的，这是属于这一段小 C 段呢称之为背驰段。是否发生背驰的话呢，是要比较小 C 段的离开和前面小 B 段的上涨，它们之间是否存在背驰关系，如此而已。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什么？往往是就是只要没有打破，密切注意。但是这种情况呢，往往经常性的发生在筑顶的阶段或者是筑底的阶段，反反复复的筑顶，反反复复的又多。而且呢，这种情况走得越时间越长，越频繁的背了又背，最终的结局的话呢，它可能会面临急跌，或者面临这样的一个又多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恐慌，是这种下跌。那么如果说在下跌过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呢，背了又背，往往呢经常会出现这种诱空的走法。那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什么例子呢？锂电池稀土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们来看，例如像锂电池板块指数。好，那么像锂电池板块指数的一个表达的话呢，对应的我们来看一下。好，从851的位置，当然了，可能有些朋友呢，有些股友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没有这样的一个视角。对应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把这个位置作为列出呢日线级别中枢，这个位置它是没有接触，但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同类型的，就是和它前面下降同类型的。那么这个位置呢，它就属于这个上涨，对应的话呢，它就属于这样的一个背驰段无背驰，而且这个位置是背了又背，不断的背了又背。这种节点的话呢，实际上在它大家会发现的话呢，其实在这个节点，当它出现日线顶背离的时候，当它出现这种反复背了又背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修禅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见顶，但是呢，这种情况是高度小心、高度预防，甚至反复提醒风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像后面这样的下跌，什么时候发生，早一天、晚一天不知道，但是呢，它从结构上面来讲，它早晚一定会发生，这是一个经验的一个视角，再加上呢，对技术理论的一个运用和理解。那么如果说用更小级别来去看的话，例如说看这一段，用30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也是同样如此啊。30分钟的一个视角来进行观察的话呢，对应的它的一个表达的话呢，其实是1703的位置，是可以把它作为什么？例如说这个节点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30分钟中枢来去对待，这个位置呢是可以把它作为第二30分钟中枢来去对待。那么它已经进入了嘛？进入了这样的一个背驰段，它说背驰段的话，它会发生了背了又背。发生背驰段，背驰段内部的话呢，也有结构也饱满了，但是呢，回落下来没跌下来，又给新高了，回落下来又给新高了，甚至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是属于越往上越谨慎。首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已经经过主升过之后，经过一次又一次加速过之后，越往上越谨慎，一定错不了。好，列出像稀土永磁，好，那么像稀土永磁指数来讲也是如此。那么像稀土永磁板块指数的一个表达的话呢，同样的咱们简化一些，简化的话呢，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处用30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的一个维度的话呢，比如说在这个位置以来，好，对应的下方是一个30分钟中枢延伸，好，那么呢这个位置是第二30分钟中枢延伸，中枢延伸过之后呢，对应的这是向上的离开段，其实三十分钟趋势上，这是趋势背驰段。背驰段回落这个位置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它的走法呢就是注意，好，第一个中枢形成，第二离开段，第二个中枢形成再往上，有的是什么呢？有的走法来小级别比较强，回落一下，又走，
就呢多走向上多走一段，但是呢，甚至再强一点的话呢，它甚至说震一震之后呢，还能够再给新高。但是呢，这种走法呢，越往上越谨慎，而且呢，如果说经常出现这种背的又背的话呢，它最终又多的可能性极高。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点的话呢，其实咱们等到第二个中枢形成过之后，如果说第一这个位置呢，如果说已经翻倍或者是已经主升极大的涨幅，那么这个区间甚至可以放弃的。如果说呢，从结构没问题，市场的一个情绪没问题，资金也没问题，那么也可以参与。但是呢，再往上就找卖点为主了，不要祈求赚最后一个铜板，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避免这样的急跌。好，这是稀土融资，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在前面这样的节点呢，其实在它这种急跌下来，急跌之前以提醒风险为主。好，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可能呢，对于因为对于不管是背驰也好，还是像区间套也好，还是买卖点也好，咱们前面都有过专题的讲解，今天呢只是把它合在一起，希望对大家会有一些更详细的一些帮助，甚至有解惑的一个视角，能够起到一定的巩固。好，可能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或者是干货的内容比较多，如果说呢一遍听的不是特别的清楚明白，可以呢反复多听两遍，可以呢收藏，或者是可以呢增加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多看盘，结合呢自己的听的过程当中，结合一些个股的自己多观察多去发现。好，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点击关注，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积极的赞赏，好，再见。